窗户遮阳板，志工一片一片仔细擦拭，简易屋里屋外也全都大扫除一番。缅甸丹英镇自然禅修中心新居落成，慈济志工像自家人办喜事般用心布置。如果天嘛来问呢，这块墓里的戏，大家的戏开的不喏？他们的哪里开在？你推墓里呢？别说墓里呢，戏啊，路都路都没不变啊！新家布置好了，慈济志工回到禅修中心原来的住处，协助居民整理私人物品，准备搬迁。相较于旧的住所，新家每人都有一张床、自己的橱柜和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用品。好几位居民在踏进新家那一刻喜极而泣。大陆人的包啊，不知道啊，但是看我们牛，儿子没有，弟弟嘛，弟弟们没有。你家刚才住的比较近吗？我的小龙嘛，你弟弟家嘛，在那龙嘛，我就住那里。迁居新家，志工除了张罗硬体，也特别准备了入厝午餐。大家吃的满脸笑意，有人更对志工许下了承诺。